为什么这拢会苦苦哈？大概无掺这吼，食起许味拢苦安尼。啊，这灵芝苦啊。哦，灵芝、欸、啊，里面有灵芝哦。对啊，啊，灵芝提升免疫力，抗病毒雄赞嘛。哦。流感拢无裂痕。安尼哦。对对对。卖成功流感啊，咱起码吼热甲先消暑再讲。哈。赞。哦。嗯。滑嫩可口。只讲哦，以前这个皇帝嘛，真奇怪吼、哦。因为有啥物遮尔侪物啊，会使叫通好食，啊，啥物拢无爱食，就要食这個，哎、欸，这是为啥物啊？因为以前的伊啊，到热天的时阵，夏天的时阵哦，迄病毒嘛足侪啊。嗯。啊，伊拢嘛是食过灵膏咧消暑解热嘛。嗯。哦，较袂像咱即个啥物肠病毒啦、啊、非典型肺炎啦、啊，迄个物件较袂近身嘛。咁有法度，就是提高免疫力就对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个会使提高免疫力哦。伊最主要内底伊杀咱较早咱。古时候也无抗生素嘛，伊嘛拢靠中药材，像咧板蓝根啊、鱼腥草啊，拢是上天然的抗生素啊。啊，说白即个就上侪啊。即个抗足久呢，你一碗爱做几礼拜呢？你敢知影？真啊假的？对啊，我安尼一嘴一嘴，你爱做几礼拜做有？你食五分钟，我咧做一礼拜。安尼哦，无怪我咧食时阵，咱大哥的病啊，一点扭曲破，食到真紧。龟苓膏是利用数十种珍贵的中药材，加上龟板、灵芝等等熬煮而成，所以口感会苦中带甘，堪称是夏天最佳的清凉解毒健康食品。每天吃一碗，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哦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这里边那只草哈、啊，哦，奇怪，多吃龟苓膏还是苦苦，啊，这哪呢？哈，啊，路起来那只草，这不知什么物件呢？你炖这当然嘛臭，哈、啊，啊唔对，啊唔对啦，你是在都安尼卤尔啊，无可变哪卤？你做看哦，伊这拢有香吼，伊这垃圾拢出伫香只，嘿，咱伫这香啊卤好清气，安尼咱煮啊，才袂臭。香香也无啥物物啊。伊这有苏兰三巴的调味只。三三巴，开来，你先讲，这地是啥物货啊？古的富家嘛。哦，富家哦，八道家就对啦。所以真来吧。啊，伊就拢砍啊！有啦，这边啊，佫会雕一树啦嘛。啊，说白，伊就直接咧炒啊。啊，就是迄落肉的关系哦。咱一定爱甲这卤起来啊。安尼哦。嘿，甲这卤起来有无吼？安尼咱就无迄个臭味啊。啊，卤的，咱只个起来拍安尼就好啊。因为洗龟板的水黑露比有够拍平耶，所以一定要让水保持在流动的状态。不过因为龟板上面的腐肉实在太难闻了，担心附近的邻居会受不了那个恶臭味。现在的龟板大多都是从印尼进口。啊，如何清洁呢？啊，如何清洁？无清洁安怎？无清洁，只啊顶啊就无介好食咧。无介好食啊？哎，啊，唔过你若讲，若讲夹一挂迄落肉有无？迄落肉毋是讲介营养，无啦，啊，足补个啊，恁无补啦，迄无补，补是食伊个汤，哈，是食伊个肉，安尼哦，嘿嘿嘿，食伊个补食呢。啊，为什么有人足常咧讲什么乌龟啦、鳖啦吼，咱肉拢补甲安尼？鳖啦，鳖肉较补。龟无？龟无啦。吼，安尼足失望个。啊，龟肉无补，为什么这有补？这滋阴啊，没有补阳哦，补肾啊，哦，补肾。补阳要用这个鹿角才会补阳啊。哎呦，系啊，所以这是补女生的哦。啊，拄啊，我龟苓膏都白吃啊啦！不会啦，咱啊都食了食饱，刚想讲也在秀草，稍微男人的这种啊，都食去查某去啊！不要小看这个冻入水的步骤，这是龟苓膏能够凉血解热的关键，至少要晒3到6个月哦。等到正式要炖焦的时候，为了确保卫生，需要再用清水来洗净，热水穿烫。对，好，有这哦。这拢是泡好的吗？嘿，这泡好的啊。啊，泡好啊。当料有够吼，就较白。落水啦，当有够吼，较白，先来解清洗啊。安尼哦。臭臭啊。所以这就是泡3个月啊哟。对，已经当，伊就泡。哦，你看这白呢哦。甲拄仔咱咧洗，迄色拢无同。啊，你若像这，就算讲伊较袂冻啊，无够，较卡。这就是内底够有水分呐。对无？嘿，伊这当伊落水啊，当久会泛白。哦，了解。哦，就翻白啦，啊，就较袂臭啊！你看，所以若讲这块还袂拍好的，就要继续搁拍。连先搁冻站啊，伊较无臭味啦。咱咧煮吼，较无迄个煮汤的臭臭味，对对，安尼才会好食。其实龟苓膏并不算是补品，而是算解热的圣品，因为龟板和灵芝有补气排毒的功效。配合金银花等数十种中药材一起熬煮，能够达到体内环保的效果。一般人如果遇到火气大、便秘等等问题，都能有所改善。只是它并不是本产的食品，
因此许多人对于它的认识并不深，需要慢慢的推广，让更多人接受，进而体会到它的好处。这样要煮多久啊？这样要煮两点钟。两点钟哦。而且你咧煮的中间吼，你袂当黏伊左边，黏伊右边，安尼袂使哦。为什么？安尼袂 Q。袂 Q 哦。嘿，无迄个 Q 度。嘿，你得用爱顺时钟的方向，安尼伊甲拉，伊甲拉，伊甲拉，无停甲拉，安尼起来过年糕解 Q 解干解好食。过去仅仅有在大陆或是香港才能享用到正统的原味。石大哥为了满足饕客的需要，远走大陆，跟随一个东北的老师傅学习龟苓膏正统的炼制技术。这中间常常因为火候的控制不当，例如火候太大，烧焦变成家常便饭；火候太小，熬煮半天都达不到效果。经过了三四个月不断地从失败中学习，成功地做出适合台湾人口味的龟苓膏。其实所谓好的龟苓膏，石大哥强调并不是好吃，而是 Q 度要够，吃起来口感也很重要。因为市面上有 99% 都是将龟苓膏粉混水调制而成，并不纯正，也没有保健的效果存在。而搭配蜂蜜食用，就是让许多怕苦的民众也能够勇于尝试。其实只要是糖水都可以，只是蜂蜜本身也有解热的功能，两相配合底下，让大众更能够接受这个皇帝吃的御用点心。